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银桥。我们现在在醒悟的龙门概念店，也是我好朋友小吉开的店。嗨，大家好，我是 L 的编辑婷玉，今天要跟着银桥老师一起来挖宝。那我们要开始挖了吗？对，我期待，走吧。Go, go, go.老师，桌上这三瓶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真的很有眼光哎！我觉得这一组超适合你。这一组是醒悟他们家脸部保养的明星商品，超能植萃金三角，我觉得特别适合想要抗初老跟熟龄肌的人。哇，这名称听起来就好厉害，金三角哎，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知道像醒悟他们家的所有商品都是以天然植萃精油这个成分为基础。那像这个金三角呢，它主要是以水、精华跟面霜去做搭配，虽然是基础的保养，但是我跟你说，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它同时可以帮你做到保湿、亮白、抗老，全方位的皮肤管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带一组回家？这听起来好厉害哦，老师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多一点，让我们知道它的细节呢？我直接帮你试用，你感觉一下皮肤的感受。我们通常洗完脸第一步要干嘛？化妆水。但是这一瓶化妆水，它不只是一瓶化妆水，它是一瓶精华水，是他们家的超级明星商品。听起来好厉害。皇后奇迹精华水，它其实是一瓶水精华。来，我先来检视一下你的手，不得不说你这个手看起来有50岁的感觉，超级无敌干。对，我手好容易干。哇，你太适合了。我刚才，我现在一帮你抹开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手立马回到25岁。对。有没有感觉到？有，它不是那种非常水感，你会觉得它里面有一点点滑滑的感觉，因为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精华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家最经典的情露。情露。对，然后它这个水的话，它是用法国的国矿水，所以它其实这个里面它其实有满满的植萃精华之外，还有矿物质。对，所以你会发现上上去之后，有没有像你洗完脸，你稍微把它抹开来之后，你才会轻拍，我们的皮肤才不会太过于刺激。然后你让它吸收完之后呢？整个好细致哦，而且感觉保水度非常的高。哎，不好意思了，差很多。对啊，你会发现你皮肤的纹理都被填满了。哎，真的耶，对不对？而且只是轻拍，只是第一道程序而已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它不只是水，它就是一瓶精华。这一瓶就让我的肌肤看起来好细致哦，而且整个都亮起来了。我不得不说，你的手现在已经直接回春了。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帮你的皮肤整个灌饱水之后，你现在皮肤的状态是整个是胃口大开，所以接着我们要让它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营养东西，我们要来吃他们家的明星商品净白精华。哇，听起来好厉害哦！哎，我告诉你，它真的很厉害，它里面有添加2%的亮白精华，直接给你拉到满格。哇，哎，白色的质地耶！对，来，你把它推开试试看这个质感。哎，好好推哦，是不是很好推，而且很柔顺？那我问你哦，你知道美白产品白的可以用吗？当然不行啊！啊，为什么不行？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成分是会让肌肤反黑的呢。哎，但我告诉你，他们家这瓶净白精华可以哦。哇，真的吗？对，因为它里面有添加一个遇光精华，所以它不只是让你的皮肤不会反黑之外，它还可以帮你抵御紫外线的伤害。像我们常会出外景，或者是说你是跑外务的。好，在外面户外工作的，或者是你的办公桌是在窗户旁边的人，好不好？你用这一瓶净白精华的话，它可以让你24小时亮白不间断，你完全可以放心使用，不必担心会反黑。来到了保养最后一个步骤，老师，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用乳霜了呢？我跟你讲，我要推荐他们家这瓶乳霜，真的超厉害，是他们家今年新上市的重生霜。我刚才这一瓶真的拜托，25岁以上的女生一定要用起来，因为它可以挽救你的初老肌。哇！而且我们一般用那个乳霜最怕的是油腻、厚重，会觉得皮肤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但是我跟你说，你看一下他们家这一瓶的乳霜的质地，它是像优格一样，所以它很轻盈。好，你看哦。现在涂上去对不对？你把它化开来，它会变成水。它好好推哦，一抹就化水。对，对不对？很好推，而且我看，即便你夏天用它，你会觉得皮肤它是零负担的。它变成水，可是你在脸上停留，它会有那个很
润的感觉，是很舒服的一个肤感。它里面之所以会这么厉害，是因为它放了一个传奇的修护成分，超能逆转重生精粹，听起来好强，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对。所以它这一瓶的话，它其实是有多重的功效，它同时可以帮你做到修护、提亮跟抗老化。所以你用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它会变得很蓬润、很透亮。重点是你会发现你的下颚线会变得很紧致。哇，每个女生最在乎的下颚线。我跟你说，这瓶真的很厉害，你用完真的很有感，而且你就觉得皮肤的那个细滑的程度啊，哇，真的有一种回春的感觉。现在呢，千元就能够体验醒悟的超能植萃金三角，你可以线上订购，或者是到醒悟全台唯一的龙门概念店，这边随时都有专业的美容顾问为您服务哦。哎，重点是免费吗？当然，我们这边见喽。那我第一个报名，拜拜。拜拜。